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天激光海外售后，我现在在拉脱维亚里加，在安装一台6000瓦1530G Double V 机型。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客户工厂的具体情况。这是客户的售后服务车，这是客户的工厂，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。这是客户的工厂，客户主要是做钣金加工行业。现在机型是1530G 6000瓦，机器一切运行正常，是切割的样子。